那在这十年里面，听说也有唱片公司希望你组什么偶像团体啊，对不对？大家知道差一点点他就要加入 Pop You Lady 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也可以，yeah, 也是可以，喂，还真的嘞。可是重点我觉得是不是要做自己不代表说一个人做音乐，对，我觉得是找到很多人合作 Partner, 对对，所以可能不适合做组合，可是适合找一些我觉得很优秀的 partner 来跟我合作，像易张扬老师啊，麦克啊， Andrew 啊、yeah. 他们都很棒，而且碰到他们的时候我有更多的火花出现，因为我发现我一个人做音乐的时候啊，就可能都是变成一样的，是会有盲点， 对,、啊、对，所以以后我就会一直想要找You know, 新的人合作，然后碰到一些优秀的人才。是 ，OK，I know， 好好 ，OK 。虽然上一次得金曲奖已经是12年前的事情了，对，2001年、02年的时候，对。那可是我们都觉得这张专辑绝对有机会在明年的金曲奖啊、哦、大放异彩，加油哦！谢谢，我是非常希望对。可以入围金曲奖，是，然后希望 you know, 很多记者朋友还有、我不知道是谁投票、but 评审、评审们、可是重点呢、音乐不是来得奖的，音乐是分享的，然后、重点是分享感情给大家，所以、大家听我的歌曲想到自己的故事，我会很开心、对，好。